原标题，感觉是故意的搞笑穿帮镜头，这皇帝脑袋上戴的是啥？感觉是故意的搞笑穿帮镜头，这皇帝脑袋上戴的是啥？很多群众演员的大镜头，众人都被斧头帮的人吓跑了，但是有一个人却背着手很悠闲地看着，老兄你不快点跑路吗？看来这位皇帝这无精打采的样子，绝对不是身体被掏空，而是抽烟抽多了吧。烈猪哥给玉子涵拿出了一包点心，我们看到台词上写着四个大字良品铺子，这广告可以再明显一点。古天乐作为道士捉女鬼刘亦菲，但是两人的动作却成为了穿帮镜头。古天乐手里拿着个啥？原来是刘亦菲脖子上的绳子，看样是要把她抓走，但是实际上刘亦菲的手是牵着这根绳子，一看就是她自愿跟古天乐走啊。导演能不能再走走心？每一部剧中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穿帮镜头，在这个镜头中，女演员手里的手机日常拿反多的，小编不想多说，以后多注意啊。军事题材电影中总能看到非常时髦的定位追踪程序，非常酷炫，不过考虑到国内剧组资金比较紧缺，因此有些特效能五毛就五毛，能省就省。穿帮镜头二，刘恺威公主抱唐嫣，注意看刘恺威的手十分绅士，为了让他更舒适自然，刘恺威还特别单膝跪地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